这一台呢是经过两次无线串接的 Deco X175 啊，网络速度会不会直接来 GG 呢？好的，也先证明一下没有接任何的网路线。 Deco App 显示我的 iPhone 呢目前已经转换连接到了三楼的 Mesh 设备。好咯，好紧张啊，开始测试。诶，速度还在跑，还在跑哦，破百了，最高来到了180几枚左右，还算蛮快的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铁爸。今天呢没有在棚内拍摄，因为我家里的网络最近非常的不稳啊，加上那个大家怨念很久很久的 6G赫兹 终于开放了，所以出来更新一下家里的网络设备。那我目前位置在新店玉龙城，中午来这边吃个饭呢，顺便逛看这附近有没有网络设备专柜可以来询问。哎，这一柜看起来还蛮厉害的哦，有蛮多网络相关的产品啊，我们来问看看吧。大致上告诉了店员我的需求啊，三个楼层，一个楼层平面大概是17-18平，要有支援 WiFi 61 Mesh 技术，那我在三个楼层移动不需要切换网络 SSID， 然后我家是使用中华电信的300-100枚的网络，希望可以有稳定顺畅的网络。经过沟通之后，入选的有这两款 Deco 的 X175 WiFi 路由器，还有支援 WiFi 61，再来这个是 Deco 的 B185 Mesh 路由器，支援更高阶的 WiFi 7，但是呢有预算上的考量，加上 WiFi 7这项技术可能还没有那么快普及啊，所以后来决定选择 Deco X175 这个型号，会比较符合我使用上的需求。这个呢我回去也会实际的在我家安装起来，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它的效果哦。 OK， 那我们继续再逛一下，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科技。好的，我这边看到一台蛮特别的东西啊，叫做 Topo C420S2， 请问看看这个视讯镜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好的，原来它是无线的监控系统啊，并且它不是一般的监控系统哦，它是能搭配手机 APP 来使用的，还可以临时装电池啊，不需要接电源线来使用。哎，还蛮酷的哦，我觉得如果去户外露营啊，晚上也许能装一个以保安全啊。而且它的电池续航力，嘿嘿，我应该没看错吧，180天呢，也太猛了。并且呢还有什么双向语音啊，补光灯，是要把它当作视讯在使用吗？那我这边也询问店员看看可不可以实际接上我的手机 APP 来试试看。好的，我这边安装好 Topo APP 了，在 APP 上面可以直接看到监控系统的画面啊，并且呢画面看起来都还蛮清晰清楚的，官方的数据是有到 2K 画质哦，相当不错。再来我们玩玩看它的双向语音效果，看看声音够不够清晰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你听到的是我使用 Topo C420 无线监控系统双向对话所录制的声音，听起来够不够大声，清不清晰呢？哎，它整体使用起来的效果还不错哦，非常的轻巧，所以我也决定买一组两路的回家，一颗装在地下室的车库来监控，另外一颗装在门口，有人来的时候就可以视讯对谈啊。我觉得如果搭配今天买的 Deco X1 路由器，它支援 WiFi 61，带来更快更稳定的网路，应该是会有稳定的监控效果啊。这个到时候在家里安装起来，再拍一个实际使用的状况跟大家分享哦。接着我也想说，既然有 WiFi 61 Mesh 网路了，就顺便询问店员，还有能像 C420S2 这样子透过 Topo App 控制的家庭设备吗？ OK， 经过刚才跟店员了解之后，它的这些灯泡 Topo L5301 灯条 Topo L930 本身呢都是可以让手机透过 App 再经由 Mesh 路由器的网路来控制啊，像这样子控制颜色啦、亮度之类的，也可以设定时间排程让它自动开关。那灯条的部分也蛮厉害的哦，除了可以定义一些情境色彩之外，也还能有声光律动。这个我觉得玩电竞游戏啊，应该是蛮酷的哦。最后还有这个小小的 Topo 100，它是一个感应器，只要是我们人经过就会触发来点亮灯泡，这个也蛮厉害的哦。另外其他还有很多啊，接触感应器啦、温度湿度感应器，就是一整个智慧家庭系列的概念。好的，我觉得呢随着科技的进步啊，现在蛮多人家里都慢慢走向智能家庭，那最基本的网络一定要有啊。如果像这次购买的 Deco X175 支援最新频带 6G赫兹，更快更稳定，在家里呢就能畅通无阻的使用 WiFi， 那再有了这么棒的 WiFi 涵盖环境，当然要好好的利用它来让我们生活更便利啊，像是无线监控系统 Topo C420S2 就可以任意的摆放在无法牵电的地方，透过手机 Topo App 就能随时知道镜头前面的状况，不需要再像传统的方式还要跑到电脑去查看记录。如果是想要再更进化智慧生活的话呢， Topo 的智慧感应系列我觉得也蛮不错的，透过感应走到暗处会自动来点亮灯泡，也能从 App 去设定时间排程，或是搭配语音来控制 Google Home、 Amazon Alexa 也蛮方便的。那接着我们就回去将今天的战利品一一的加设起来，试试看他们的效果吧。好的，目前我手上这一组设备就是支援最新 WiFi 61技术的 Mesh 路由器 Deco X175。
那为什么最近 WiFi 6E 啊 6GHz 这么夯，大家都纷纷要开始更换支援这项技术的网络设备呢？这边快速的帮大家科普一下 WiFi 6E 这项技术。以我们目前现有的频段 2.4G 5G 个别拥有的频宽为 70MHz 500MHz， 以之前大家会使用 WiFi 网络设备来说，目前大概就是手机啊、平板跟笔电而已。那随着现在消费者家中越来越多的智慧家庭设备，以我家来说的话，目前就有高达24个设备在使用，所以在原本的频宽里就会变得更加拥挤塞车，造成速度降低啦、稳定度不好的情况。那最新的 WiFi 6E 技术就等于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超宽敞的道路，从原本的 2.4G 70MHz 5G 500MHz 直接拉高到了 6G 的 1200MHz， 非常的宽啊。简单来说就是 WiFi 6E 可以为我们带来频带更宽、更稳定、更快速的网路。那我们家里那么多台设备同时来使用路由器远端操控，实现智能生活这件事情，可以获得更稳定、更顺畅的体验哦。好的，那不要光说不练啊，我也非常期待把家里的网路升级成 WiFi 6E 的效果。那我们马上就来将 Deco X175 安装架设起来吧。首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家里目前楼层的状况，一楼是客厅，中间有一个中岛，最后面是厨房，整个平面大约是17.8平左右。那第一台主要的 Mesh 主机会安装在电视柜上面，接着楼梯上去二楼会有主卧工作室，所以第二台节点会安装在工作室里面，直接透过无线的方式啊跟一楼 Mesh 主机串接。这个非常有挑战性哦，要来考验 Deco X175 的无线串接能力。再来上去三楼会有两个房间跟一个厕所，所以第三台节点会安装在我的房间里面，也是预计要直接透过无线的方式去吃二楼的节点，看能不能顺利的将网路从一楼无线串接上来。最后四楼就是神明厅跟阳台晒衣场，所以呢我今天架设起来之后一共会测试五个地方，分别有地下室车库、一楼、二楼、三楼以及四楼的神明厅。那比较有挑战性的部分有两点，第一个就是整栋透天都是使用无线的方式来串接 Mesh 网路，是不是能保持不错的速度。那第二个就是地下室车库以及四楼的神明厅没有架设任何的 Mesh 节点，我们的手机设备呢是不是能制造上下楼层的 Deco X175 的无线讯号。好的，那套一句老话，按图施工保证成功啊，我们就正式来开始架设 Deco X175 吧。依照它的指示啊，关掉家里的中华电信数据机，再来将 Deco X175 接上数据机，启动之后继续依照着 Apple 的提示操作，非常简单就能完成一楼主要 Mesh 主机的架设。再来二楼的 Mesh 节点也是直接将 Deco X175 接上电源，不用插任何的网路线，在 Apple 依照提示新增节点。那我们先随意的摆放节点的 Mesh 设备。这边有提到摆放的位置啊，为什么说先任意的摆放呢？因为考量到大家不一定是请专业的工程师来家里施工嘛，买回家呢可能就是任意找个漂亮的地方架设起来，所以就先随意摆放啊，看看它的效果如何。那如果大家是有想要让上下楼层的讯号更加稳定更好， Deco 的官方是建议大家每个楼层啊尽量呈现垂直状态啊，这样可以让上下楼层的 Deco X175 有更好的讯号连接状态哦。再来三楼也是随意放在小朋友的衣柜上面，透过无线的方式吃二楼工作室的节点来串接。好的，大概花了一点点时间将三台都安装完成。那我目前人所在的位置在地下室的车库，那这边我们打开测速软体开始测试啊。还不错哦，之前家里的中华电信主机到地下室是完全没讯号的，那 Deco X175 呢至少还有40-50Mbps的速度啊，这个已经是普遍 4G 网络的速度了哦，所以在地下室是可以吃到网络讯号没问题。所以我之后会在地下室车库啊安装 TOPPO 的 C420S2 无线监控设备，看起来应该是会有讯号可以使用没问题哦。好的，接着我们上去一楼的客厅测试看看。基本上在一楼主要 Mesh 设备的环境啊一定要能跑到满速才 OK 啊。那我们打开软体来测试看看，我家的网路呢是中华电信的 300-100Mbps， 目前测试下来完全可以满速没问题啊，而且还突破到了 315Mbps 是怎么回事啊。那在一楼其实还有一个独立的厕所空间，我也进去将门关起来测试一下，也是一样跑到满速啊，比如说在上厕所滑手机就可以像这样子吃到顺畅的网路没问题咯。 OK， 所以在一楼的客厅可以吃到完全满速的网路没问题。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二楼的工作室环境啦、啊。好的，上来二楼这台节点 Deco X175 证明一下，后面没有接任何网路线，是透过无线的讯号来串接。那我的 iPhone 这边 Deco App 也显示已经转换连接到了二楼的 Mesh 设备，我马上打开软体测试一下，还蛮 OK 的哦，竟然能跑到200多Mbps的速度啊，这样子我就不需要麻烦的再拉一条有线上来串接了。虽然大家都知道使用有线的方式来串接 Mesh 节点可以得到最好的速度啊，不过并不是每个人家里的环境空间啊都有预留网路孔，有的还需要请师傅来施工啊拉线就非常麻烦，所以 Deco X175 隔楼层的讯号表现还蛮不错的哦。接下来难度越来越高了，我们上去三楼测看看。这一台呢是经过两次无线串接的 Deco X175 啊，
网络速度会不会直接来 GG 呢？好的，也先证明一下没有接任何的网路线。 Deco App 显示我的 iPhone 呢，目前已经转换连接到了3楼的 Mesh 设备。好咯，好紧张啊，开始测试。诶，速度还在跑，还在跑哦，破百了，最高来到了180几秒左右，还算蛮快的啦。以我平常在家使用网络的习惯，通常回到三楼房间只会滑滑社群啦、有这个速度应该是非常非常足够了。因为我主要会使用到高速网络来工作呢，都会是在一楼跟二楼这里。不过刚刚测试下来呢，二楼这里还可以达到200多秒的速度啊，可能我之后会再瞧瞧看二楼的 Deco X175 它的位置，看能不能将速度尽量拉到满速啊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又需要使用到满速300多秒的话呢，再拉一条有线上来进行串接咯。OK， 这样子的话，我在一楼、二楼、三楼就可以在不切换网络 SSID 的情况之下，爽爽的使用 WiFi 6E 带来的顺畅网络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四楼神明厅还没测试啊，我们也上去测一下，是不是能跟地下室一样有好的表现。好了，这边测试出来，在没有 Mesh 接连的环境，吃上下楼层的 Deco X175 讯号啊，往上楼层感觉讯号比较好一点，可以维持到80-90秒的速度。以上全楼层的测试提供给大家参考。好的，所以这次入手的 Deco X175 3频 Mesh WiFi 6E 系统，整体使用起来感觉是很棒的，让我在各个楼层啊都可以有很顺畅的网络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接下来还会进行更多智能生活设备的安装，这一集就先不架设安装起来给大家看啦、避免影片太长。所以目前这样子，我家整体环境就有了支援 WiFi 6E 等级的网络讯号，更大 1200MHz 的频宽，以及支援更多高达200个设备，这样要使用更多的智能生活产品就可以更稳定啦。 OK， 那再来我会继续的分享使用 Deco X175 WiFi6E 的网络基底，来介绍更多可以使用手机 App 远端操控的智能设备啊！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OK， 最近几天呢，终于把我家里的网络环境啊全面提升到了 WiFi 6E 等级。那之前去买 Mesh 路由器，有顺便看到这一组 TOPPO 的 C420S2 智慧无线监控系统，在那边现场把玩体验还蛮好使用的，所以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将它实际安装架设起来啊，使用起来的效果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主镜头的外观设计，相当的简约，还蛮有质感的哦，比较不会像传统的监视系统啊那种冰冰冷冷设备的感觉。规格的部分，它这个镜头是可以捕捉 2K QHD 的高解析度，并且配有星光级感光元件，在夜间低光源的时候也能有全彩画面，以及保留更多的细节哦。这个低光源捕捉画面的部分，稍后我会安装在地下室车库比较暗的地方，帮大家测试确认一下它在低光源捕捉画面的效果。那在镜头的旁边还可以看到有两个补光灯，这应该也是让低光源拍摄可以使用的，或者是透过 APP 发出闪光警示陌生人。那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安装在门口啊户外的地方嘛，会让它受到风吹日晒雨淋，所以它整体是配置有 IP65 防水防尘的规格。有没有下面打开要安装电池啊，就可以看到有防水胶条，电池也是可以拆装下来替换的。不过它原厂规格有说明提到啊，这个电池充饱电呢，续航力是可以有高达180天，也就是半年的哦。如果快没电了，再将电池拿下来充电就好，不用将整个镜头拆下来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就要来实际的架设啦。基本上 TOPPO C40S2 无线监控摄影机啊，它的运作原理就是要将这个无线网关 H200 接上家里的 WiFi 路由器，接着 C40S2 的镜头再连接无线网关，接着就可以使用手机的 TOPPO APP 来控制监控系统咯。那它的镜头就会像这样子，只有镜头本身啊，不用像传统的保前还需要拉线路啊，它直接透过无线就能使用，而且很轻巧，想放哪里监控就放哪里，超方便的哦。 OK， 所以如果大家是第一次使用的话，要到 APP Store 里面安装 TOPPO 的专属 APP。 这个 TOPPO APP 非常厉害哦，可以控制他们家超多的智能设备。之后呢，我还有一个灯光系统啊，也会搭配这个 APP 给大家看更多的智能操作哦。好的，两颗镜头网关都安装连线好了。镜头的部分，我一颗设定豆耳门口使用，另外一颗的话设定 car 地下室车库使用。那网关的部分最高支援到 512G 的记忆卡，这边我也有安装上去了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使用手机的 TOPPO APP 看一下它录制的画面，以及使用 APP 啊跟镜头来对话的实测片段。目前我将车库这颗镜头先暂时放在旁边的摩托车上，使用我的相机录制它在有开灯的状态，看看它的画面啊、收音，稍后的话会再关灯啊，给大家看不同的效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站在 TOPPO C40的无线监控系统，用它的麦克风来说话，听起来清不清晰，够不够大声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目前在工作室使用 TOPPO APP 跟 C40 的镜头对话，听起来清不清晰，够不够大声呢？
好的，从刚刚测试的结果可以听得出来，不论是我从手机这方发话啊，或者是从镜头那端收到的声音啊，听起来都蛮大声，也够清晰。这样子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家设在门口啊，可能有外送员或者是陌生人，就可以先透过 TAPPO 的 G420 先跟对方通话，确认没问题再去开门哦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它夜间录制的效果。好的，这边我先使用 TAPPO APP 将录制好的两部影片，使用回放下载的功能储存到手机里面。这个画面呢是地下室的车库啊，将灯打开的画面。我走过去挥挥手啊，看起来顺畅度清晰度都非常的 OK。 再来将地下室的灯关掉，它就会变成夜拍的模式，可以看到画面各个地方细节都还是有捕捉到啊，不会因为太暗就完全拍不到。所以拍摄画面的部分，从手机上查看详细的影片资料，确认是 2560×1440 像素 2K QHD 画质没问题。有了高画质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更多的细节，才不会有状况的时候回放给警察看都是模糊的哦。那除了有录制画面双向通话的功能，当然真的遇到不明人士的话呢，也可以透过 APP 使用镜头带的闪光灯啊、警笛声来吓跑意图不轨的陌生人啊。这边也实际操作给大家看看哦。进入 APP 之后选择警报，它的模式有三种，单纯声音警报就会像这样，只会有警报声。再来是单纯闪光，它就会像这样不断的闪光警示。最后就是闪光加警报同时运行，这样子就可以给陌生人最大程度的警示啊，请他离开。所以我觉得 TAPPO 的这一套 C420S2 智慧无线监控系统，除了家庭使用提升安全性很棒之外，如果是女生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啊， TAPPO C420S2 它的机动性很高嘛，小小一个随时可以移动到需要监控画面的位置，还不需要像传统保全系统要请人来拉线路，直接无线就可以来使用。最棒的是还能透过手机的 APP 啊，控制镜头做双向语音警报拍照截图的功能，这样子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居住起来也会比较安心哦。 OK，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打算好好的来提升自己居住环境的安全，非常推荐这一套 TAPPO 的 C420 智慧无线监控系统哦。那刚刚前面还有提到，跟这套智慧无线监控系统搭配的 TAPPO APP 还能新增控制更多的智慧生活周边。在上一次我就有同时购入一套 TAPPO Sensor， 可以远端控制的灯泡啦、开关、触控式感应器等等的。对这方面有兴趣啊，也想让自己家里更加智能的朋友，记得持续追踪收看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之前使用的 Deco X175 Mesh 路由器，搭配这些 TAPPO 的灯光啊、Sensor 设备组加设起来的智能居家环境成果哦。分别有两种感应 Sensor， 一个智慧按钮 TAPPO S200B， 另一个是温度湿度感应器 TAPPO T315，以及搭配 TAPPO 灯泡灯条，经由 Deco X175 路由器啊，来完成我的智能居家环境。好的，废话不多说，先给大家看他们的效果，再跟大家说明是怎么来架设的。首先是感应 Sensor TAPPO T100 动作感应器，我在2楼、3楼的楼梯转角，分别各安装了一颗 L5301 智慧 WiFi 全彩灯泡。当我经过走廊的时候啊，灯泡就会自动点亮30秒，再自动关闭。而且它这个秒数是可以制定的，这样就可以更省电啊，还不用自己来切开关，超方便。再来是 T110 接触式感应 Sensor， 比如说我现在拍摄结束啊，离开工作室将门关上，它就会将我椅子后面的氛围灯关掉啊。那如果我回到工作室啊，将门打开啊，它还会自动帮我点亮。当然也不止像我这样子使用啊，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家里有什么地方啊需要这样子接触式的感应开关，都可以来使用哦。第三个是 S200B 智慧按钮，它是一个圆形啊，可按可旋转的按钮，并且后面自带有磁吸效果啊，可以使用它随附的铁片吸在我们家里任何需要用的位置，或者是办公的环境有铁柜铁架也能直接吸上去。它总共可以设定四种动作啊，左旋转、右旋转、按一下、按两下。重点是只要透过它呢，就可以远端来控制灯泡的开关、亮度还有色温。像这样子放在床头柜旁边，刚回房间要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按一下开全亮，要睡觉的时候直接按一下就可以关闭灯泡，或者是旋转的方式让它变更暗也 OK 哦。那最后一个就是温度湿度的感应 Sensor TAPPO T315， 它可以让我从远端啊，比如说人在外面，就可以知道目前家里环境的温湿度啊。透过 APP 来设定，如果超过几度太热就自动开启电风扇，或者是湿度太高啊就开启除湿机等等的。不过我后来发现要达成这样子的效果呢，需要再搭配 TAPPO 的 P125 智慧 WiFi 开关才能来完成联动啊，所以之后我也会再去购入两个来玩玩看。好的，说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整个环境看起来相当智能了，不过会不会很难去做设定呢？基本上就像之前设定 TAPPO C420S2 无线监控系统一样啊，都是统一使用 TAPPO 专属 APP，
所有刚刚看到展示的智慧灯泡、感应 sensor， 甚至之后我会购入的智慧 WiFi 开关，都能透过 Tapo 的 App 来设定控制，而且相当直觉简单哦。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App 画面，有没有刚刚展示过的所有的配件啊，灯泡、感应 sensor， 通通在这个 App 里面都能看到。比如说第一个秀给大家看的楼梯走廊自动感应开灯，就是这个移动感应器，点进去可以看到它的活动记录啊。下面一点的话有一个探索智慧动作，它就会告诉你使用这个 sensor 可以做这三种效果。那楼梯感应来开灯就是第三个，点进去可以选择二楼或三楼的灯泡，或者是其他的灯条啊、插座、开关也能来控制，看大家发挥自己的创意啊，都有不同的联动用法哦。那我们来选择二楼的灯泡，套用建立，接着看到的就是当移动感应器侦测到移动，然后呢智慧灯泡三楼要做什么动作，预设的话是开启，当然也可以点进去设定灯光的颜色，还有最重要的开启时间，比如说5秒，然后点选完成。 OK， 那我们走过去看一下它的效果吧。没有，当我们走过去感应到了，它就会触发开启灯泡5秒，然后自动关闭。它事实上就是这么简单就能完成设定，完全无难度哦。再来是接触式感应 sensor， 就是我椅子后面的氛围灯刚刚是怎么来达成的呢？这个接触式感应器呢，它有两个组件，当接触在一起的状态称之为关闭，如果打开门分开来了就变成开启。那很简单啦，一样在 App 这边点进去选择探索智慧动作，这边有三个脚本，其中第二个就是我使用控制灯光的，进来之后点选我安装好的 Tapo 灯条，再来的动作就跟刚才楼梯灯泡一样，可以选择灯光的颜色啊，还有亮度，不过我们这次选择开启就好，点选储存。好的，那我们马上来看看效果。当我进入摄影棚打开门，它就会自动打开我椅子后面的智慧灯条，那离开不拍摄的时候关上门，椅子后面的 Tapo 灯条就会自动的关闭啊，是不是超酷的呢？那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控制房间里面灯泡的智慧按钮 Tapo S200B。我们一样来到 Tapo App， 点进去看看，选择探索智慧动作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分成按压或者是旋转两种方式。按压的话呢，我是设定成开关。哎，这边特别注意，不是刚前面设定的那种哦，是第三个选项开关，切换设备目前的状态啊，这样子我们操作起来会比较符合实际的需求。比如灯泡现在是亮着，按一下就是关掉，再按一下就会打开来，而不是单纯只有关或开这样子。再来旋钮的部分可以设定灯光的亮度或者是色温，我一般的话色温都是固定 6500K， 所以只有设定亮度啊，要睡觉的时候将它调暗就好，这样就不用像之前要睡觉的时候要把正常的灯关掉再去开一盏夜灯，整个变得超级方便哦。那以上这一些 TP-Link 智能生活产品呢，都是需要搭配一个稳定快速的 WiFi GDI 来使用，而且目前 WiFi 6E 已经开放了，经过我将家里的环境安装了支援 WiFi 6E 的 Deco X175 Mesh 路由器，有了 6GHz 的大频宽通道，不论是手机、电脑设备需要上网下载东西，或者是灯泡、灯条、sensor、数台设备的连接，使用起来都可以非常顺畅，不怕塞车咯。所以大家也想让家里变得更加智能，试试看今天分享的 TP-Link Tapo Sensor 让生活变得更便利的话，可以点选上面的连结参考之前 Deco X175 安装实测的片段，让家里有了稳定又快速的网络环境啊，要达成居家智能生活才能事半功倍哦。最后就是如果大家在设定操作上有遇到什么问题，或者是使用 Tapo Sensor 有发现更多更有趣的用法，都欢迎在留言处来询问啊分享哦，谢谢大家。